将不同的东西放到火车铁轨上，看谁能承受住火车的碾压。而我有个疑问，火车真的不会脱轨吗？欢迎来到今天的动力检测站，吃饱了找点事情干。首先就是这个小榔头，但这个榔头在上面好像并不能放得稳，尝试很多次都失败了，最终将它顺着铁轨的方向才稳住了，但是并没有出现意料中的脱轨或者榔头被直接压碎的情况发生。随后测试继续，这一次直接被弹飞了出去，但榔头依旧完好，还能承受住下一次的测试。经过几轮测试下来，看来并不能将这榔头给碾碎。那么接下来开始第二项测试，这次是两个锁头。可以看到经过几次的碾压之后，其中那一个锁头直接是被压得稀碎了，而反观另外一个好像只是被压得更扁了一些。接下来登场的将是一副链条，顺着放，试了两次都被弹开了，这一次直接横着放看看会怎么样，结果还是不行，最后只能是直接将链条放轮的下面再试一试看。最后这一项测试以失败告终，这个链条实在是放不稳。接下来上场的则是一根大牛骨，然而这平时我们认为很坚硬的牛骨在火车轮面前简直不堪一击，碎得很清脆。这时候又开始拿一根螺柱测试，不知道它能不能顶得住，不过前两次也都是被弹开了，而第三次直接是化为灰飞了，不知道螺柱跑哪去了。接下来是一根废弃的空心钢管，但很显然这东西不经压直接压扁。随后再拿出两个齿轮试一试，经过几次碾压，齿轮没有碎但变形严重，这基本符合齿轮的特性。最后再拿出一个铁钉试一试，不过看了前面那么多种材料，除了榔头以外几乎都顶不住火车的压力，它应该也没有例外。结果这家伙像子弹一样飞了出去，让我们再看一遍这高光时刻。最后这铁钉也算是完好，